珍珠，你还拿到终结珍珠哦，好猛哦！对啊，嗯，现在要不要那个啊？要，不是因为刚刚那个铁都还在上面没有拿下来，我在这边顾了，我在这边顾了。哦，好好好。跳组课太多了，哎呀！哇，修凤都要钻石，感谢，太夸张了吧！感谢斗内，感谢他去留言，是斗内吧？感谢，谢谢。我帮你讲，这样比较有诚意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就是一个留言可以得到两个实况组的祝福，不错不错，感谢。他们竟然不是集中。在一个纸上，哎，下次考试会考比较好。上厕所不会没有卫生纸，洗澡会有热水，上厕所会记得带手机进去。对，哇，这个比较重要，这个比较重要。转台找得到遥控器，对。有峡谷哎，对啊，我这边挖到峡谷呢。还有玩 UHC 不会遇到窑，啊，不是遇到巧克力。哎呦，这个祝福还不错吧？不会到巧克力，还不错。对，因为其实遇到巧克力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。对啊，你们挖掘石头是不是破百了？零啊，47，百十四。哎，你们好省哦！是不是？我在用矿洞，省到一个。节能减碳减石头，最怕空气突然安静。对啊，不是，因为我在挖那个历史，我怕被压倒啊。挖历史不要讲话，嘴巴会进沙。哦，你们要来峡谷玩吗？你要捞吗？哎。Hey, 我被摸到半格了，怎么了？被沙子摸到吗？你是不是刚嘴巴打开来？刚刚有对，吃沙了，然后噎倒了，没有了，我被杜鱼摸到了。哦， oh, 那摸回去啊？有啊，他有啊，摸回去，你打开看成就，有。哦、okay oh. 欸，变态。我是不是刚应该再让空气安静一次啊？一点提升。这里提起来不少。好好，为什么我都没有找到什么矿物嘞？是不是就叫你过来吧？你要不要过来啦？好，等等过去。你们两个现在是在一起的吗？在同一个洞吗？嗯，好好说话哦。我没有跟他在一起耶。哎呦，这也是一言堂吗？我要清清死了。你是不是想跟恶灵在一起啊？哎呦，我可以帮你哦，我们是队友。对。对。有没有碎石啊？帮我找看看。有啊，我这边有啊。他刚不是吃了吗？对啊。好啊，等一下遇到就给我。好，可以的话。嘴巴空气突然安静。这真好用。先做个水桶，防万一。还多两根线。嗯，不是，我在思考要。我被据点了。我在思考怎么现在那个挖矿的方法要怎么用？嗯、挖矿的方法。嗯，我觉得他在报复我。没有，我怎么会这样子？因为不敢挖太多石头啊，等下又一只，我很怕那个东西突然冲出来、欸。谁？巧克力哦！说挖石头挖一挖，巧克力脸蹦出来吗？
好恐怖，这什么鬼片啊，太可怕了。我觉得今晚睡不着了，太兴奋了。哎呦，这里有铁。听到蜘蛛声。所以你刚好摸肚鱼。也有啊。啊，摇的摸鱼。我真的应该让空气安静的。可恶。哎呦！安诺，安诺，安诺，你也在摸鱼了吗？差点摸到鱼。哦，好啦，那还好，还好，没事。你要听吗？因为我是直接挖脚下那一个。可是我还没说我要听。我没有讲给你听。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你说啦。我没有讲给你听啊。好啦，对不起哦。一定是因为口水吃太多了哦。哦，我不是在说我刚健身完。哦，所以你真的是拿它健身哦？真假的？哇塞！哇塞！没有没有，好不好？那他那不是啊？那你手酸他，他哪里酸？乳酸？可能乳酸吧。什么酸？你讲什么？我听不懂，我听不懂。哦，饮料的饮料啊，干嘛啊？乳酸饮料哦，有这种饮料、啊？对，不然嘞，可尔必斯就是乳酸饮料啊。哦，可尔必斯是一种狗嘛，对不对？想笑就笑，不要让空气安静。那是约克夏。等下，我听到挖掘声。我没挖吗？我没挖。哪里？哎呀，跳跳跳。我没有动哦。有人堵东西。嘴巴。我看不到明条，所以真的应该是你们喽。你们有蹲下吗？我蹲了、啊。站起来看看。哈基，是我。怎样？你在哪里？还没显示明条啦。哎，连自己人都看不到，是很奇怪耶、欸。不要怕啦。怕死了。我听到泱泱在笑了。看到了啦，明条在那边的、啊，同队的还是看得到啊。在放岩浆，不要生气。啊，你从那边挖过来的啊？对啊，哎，这里有铁，我来铺，我来挖一下好了，我还没有做水桶。好哦，那这个铁顺便都给你自己烧。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嗯，谁要求我做什么？拿拿，你说什么？没有，有人要求我做什么？来啊！不要伤害队友多好。哟，瑶，你喜欢喝马尔济斯哦？哎，还不错啊，还不错。哦，它好喝吗？什么口味？马尔济斯味啊。还有什么？哦，口感如何？毛。毛毛的喝了会酸酸的吗？看他有没有做什么奇怪的事啊。哦，加什么奇怪的料之类的。哦，那刚笑很大声的那个爱喝吗？嗯，其实我现在把耳机拿下来，感谢大舌头，他是听得到的、哦、你要给他听吗？不好吧，不要引导印象变好了。我是可以吓他啦。哈基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。吓他，我不懂哎、欸，怎么吓、欸？真的吗？没有，因为他是隔壁啊，他听得到我讲话啊。嗯啊，对啊。可是看你要怎么吓他，我不知道啦。对啊。哎、哦、呀、啊，你跟他讲说莱斯特站起来了之类的吧。莱斯特站起来哈。碎石碎石，哎呦，吓死人了，烧、哦、死了，烧死了，掉下去吗？还是他受不了双玻璃的？就
算下雨天骑车自摔也要看台，随便抖内让教主抽卡。你不要随便自摔啊！哎，我找不到路了，感谢汤包包，我找不到你们。我也没有弄个地基出来，我也是到处跑。我也是啊。那就好了。我是有看到 ID 啦。好，那我走这边、然后走到死路。好哦。死路，这是岩浆哦。最怕空突然安静。臭蝙蝠！气死我了！音乐天分的哈基，帅！有没有那个女生要应征一下的？女生，啊、你是说张女生吗？男生也可以的。男生的话，那个法师啦，我女生我来。你干嘛？不是，为什么明明没有同队也可以讲他坏话、啊？你们铁够了吗？我够了。摇嘞？你要碎石吗？对啊，装备。装备我差两件，衣服跟裤子。不过我在烧了，我这边是够的，哦。哎呀，我干嘛？我身上有四个工作台，为什么？我刚是不是听到马叫声？可能。马云在附近吗？哦，哟，显示明条了，白天的。哟，我不想个人。哎呦！想要可爱的角色哭。我刚刚是听猴子叫吗？我没有。不给！感谢九口。你猴子了。我拿去，你们拿去。我是骑车不小心自摔，不是随便摔。你骑车摔倒，那赶快骑去医院啊！给我钱的人骑车摔倒。哇。哎。那我们要开始挖钻石了。那我去地表了。啊，地表？你要去地表干嘛？还是要在地底打苹果？树苗拿下来啊！我有拿。那就在地底打。山猪。所以我刚学猴子叫的时候，哈基真的没看到、啊。哦呦！干嘛？没有杜宇。哎呦！那种讲话都会遇到杜宇哈。对啊。嘴巴会吃鱼。我都用嘴巴去吃鱼，对，对，我懂。哎，屁啦！你们在来呀、啊？哎呦，在吃鱼呀、啊！白目哎、欸，臭鱼！我被摸。哎呦！换我！你在干嘛？你再来啊！你再来啊！换我了！好不好吃？好不好吃？好吃啊！好吃吗？好吃！有点汤。应该是我儿子吃到了，我儿子吃的，不是我。我儿子在喝粥的时候不小心吃到鱼，粥子鱼。嗯，没事。嘴巴。哎呦，放错了。我钻石。一个小在哪挖、啊？我是在十层第十层挖。嗯，小佩伯就是看到石头以外的可以挖。我知道啊，会遇到周子瑜。哈你小心，有人来了。我还是周子瑜找你哦。好啊。哎、欸，好像不错啊，对啊。好啊。谁的爆炸声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有点远哎、欸，有点远。哎呦，
不是我，有丁远在那边的哦。对，可以，我要往回挖了。为什么？不用怕啊，不用怕，搞不好是周子瑜呗。好，周子瑜，子瑜。哎、欸，你看左前方，左前方，有，是有哎、欸，有啦。啊，不是左前方应该是真的有人吧？刚声音不就从那边来的吗？没有，我说左前方是你，我们刚刚的方向是右前方。哦哦哦哦哦，好好，抱歉抱歉，方向错乱了。所以他挖到路了，遇到这里有石头堵起来哦。哎呦哎呦，窑是你的吗？不是不是，我没有往那边挖。可是你过来看，你挖三格高吗？那我挖三格哦，那就你了啊。等一下，很近哦，不对哦。不是啊，不是我、啊。蹲下。哎，右前方，右前方，有。等一下，你们要冲了吗？我可以啦。对吗？好，准备好了。我好了。等一下，我先后面一点，我去后面吃东西。我也好了，我也好了。哎，黄队啦，黄队被炸死了。哦，他死了、哦。哇，那在哪里？他就往前冲。